我对了，耶！你不要咬我姜！喝一口交杯畅心。不是，这本来是我想亲。你想指定某个人吗？或者是？你可能也不会给他们机会。看感觉吧。啊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这个吗？对。哦，不是，我直接抽是吧？喝一口，交杯畅亲。不是，这本来是我想写的，然后我没写。喝一口，交杯畅亲。嗯。你想指定某个人吗？或者是？我指定张张吧。你俩去，也是去舞台那儿吗？还是？哎，就在这儿吧。就在这儿吧，是不是？台上吧，台上吧。在我面前。我拧开了，我拧开了。这也挺大。拉住我。下一个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走吧，走走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
嗯，那你现在会觉得我是妮妮和板川的结合体吗？我不会考虑，不会想这些，你就是你，我不会把你和其他人去比较。而且我在那个报名表上填了直播，它有内栏，然后我就明星，我没想到是谁，我就正好想到节目里的。嗯，他也不是就是说一定就框在就一定要是啊、哦、他们一模一样的这样，而且一定要结合起来。嗯。哎，你让日常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的人，或者说没有？没有，没碰到过。那一般都是我日常生活中一般碰不到男的，碰不到男的，很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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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如果有些人就他们很主动的，就想要认识你啊，或者你可能也不会给他们机会。看感觉吧，如果我第一眼觉得我跟他是绝对不可能的，那就算他再主动我也会那个，因为我还是比较看眼缘的。嗯，就是我也不是说嗯看长相或者看什么，嗯，我就是看这个人感觉顺眼，嗯啊，就感觉可能能合得来，那我就可以接触。但我如果一开始我就觉得嗯好像就不太行，那我就完全不会给机会。啊，挺好。今天感觉也会有一点改变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他们好像有人去海边，海边哦，我还挺想去海边的。我也想去。你会游泳吗？会一丢丢，会，但我好久没有游了。哦、你不会？嗯。不过我现在应该也不太会，不太敢游了。我记得上次游还是初中的时候吧，之后就没怎么游过了。只能说会一丢丢。我还挺想学的。学游泳？嗯，可以减肥。你还肥，那你就够瘦了。你平时会运动吗？偶尔的。我连门都不出，但如果别人叫我就是去的话，嗯，叫我一起去，那我会去。但我也只会去打羽毛球。打羽毛球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昨天那个排球居然你打这么好，居然就没那么难，因为我以前只会颠球。我平时一般也是，就是我主动叫朋友出去的话也不是很多，一般都是朋友叫我，嗯，叫我 OK OK 走走，一般就出去打球吃吃饭。但是我感觉我的宅有时候有点有点夸张，我可以两个月都不出去。两个月一步都不出来，我就是一直待在家里，就几乎就是两个月可以完全不出去玩。啊，嗯，那你在家就看小说睡觉？但这个、我看小说是那种是阶段性的，嗯，比如我这段时间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看，嗯，然后就会一直看，然后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又变成了就是那种不太想看，嗯，就会丢到一边去，然后可能我过一段时间我又捡起来，就那种。那你这段时间比较想？没怎么看，这段时间没怎么看，这段时间太累了。确实的，好久没有连续这么多天早起了。嗯，那梦回高中时候。
创业那个想法还没有开始，也就是有想过，交流过稍微。那你有朋友是做衣服的？嗯，就回去之后五六月会慢慢开始做。啊。如果女生比你强的话，你会不会有心理？不太会吧。我觉得就双方都一起吧。开了风雨光，我说那你这倒是还算理解。那你想，那你会有压力？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吧，但我肯定也会理解的。对啊，哥们是男人。等哥们归来，必将成就一番大事。